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叫做网络的算命。各位，我相信啊，你们只要去网络论坛里面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呢？他就是呢一直在打广告，哦，就是呢，网络呢，我40年拼命经验，然后呢，大家呢，就是要私讯他，各位，在网络论坛里面啊，很多这一种会帮你打广告的，李生爷你好啊。那你打广告，我是觉得无所谓啦，我是无所谓。但是你私讯他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啊，他就揭穿了打假。哦，这些人算命都假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图档。就是截图，他们拿出来的是截图。其实各位哦，你要了解一件事哦，你们在网络拼命给让人家算命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现象，有些人呢，打死啊，他都不会让你看到他，他都呢，全部用的是什么？文字拼命。哎，各位，用文字拼命来讲，这里面就可以做很大的手脚哦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他拼命到底是不是被骗？原因就是因为用文字拼命，而这个文字拼命，各位，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讲说，有很多他就可以做手脚？现在有那么多网。八算命软体啊，哎，他反正你也看不到他，他不让你看到，他也不跟你讲电话，他就是呢，文字跟你呢沟通。那各位，他拿了你的八字以后，你认为他是 P 的吗？他把它输入到算命软体里面，然后算命软体就跑出来了。哎，夫妻宫怎么样啊？朋友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怎么怎样？全部都帮你列好。各位，他把它 copy 下来传给你的。哎，各位，他帮你 copy 下来传给你就好了。那你认为你会知道这个是人算的还是电脑算的吗？各位，你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各位，软体算命最起码它还有给你东西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它里面你们也到网络上就免费找那个免费软体帮你算，其实啊，一模一样而已啊，一模一样的东西呀、啊。所以各位哦，这就是啊，网络算命啊，它。有的一种现象，有些人根本不会算命，但是呢，他用这种方式在赚算钱的他在赚算命的钱啊，用这种方式不会算命，在当命理师，而这种情况，他就是利用你跟他是通不到话的，他不会跟你通话，他不会让你看到他。可是问题，我问各位哦，现在网络。这么发达，都可以视讯电话了，他为什么不跟你视讯？为什么他甚至啊连通话都不跟你通？很有可能这一个人根本就不会算命，他的算命靠这个。所以啊，很多人在网络上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们打假就一定是拿这一种东西？为什么？因为很有可能这个人算命就是拿这个 copy 给你就传给你了嘛，所以你只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啊，它不是真正的面对面的拼命，不像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也是采用文字拼命哦，我用 LINE 直接跟人家拼啊，那但是啊，
那这样打字哦，打的手很酸哦，所以现在要叫文字拼命哦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打字太累了，对不对？开个视讯，你就看到我啊，你现在这个黑板，对不对？直播里面、影片里面看到黑板，就是你在拼命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黑板啊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我，然后我会跟你讲我是怎么批的。好，江明兄你好啊，我会怎么批的。好，我是怎么去判断这一些事情的，你都可以在视讯里面看得到，你可以跟我直接通话。好，那这样子来讲，你不会说我是假，你不会说我是假。但是呢，往往啊，很多啊命理师啊，我们不能说全部，但是呢有很多呢想要假借命理来赚钱的人，他知道他可，我问你嘛，算命软体多贵，甚至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算命软体嘛，只要网络找那一些免费的算命的就好了。各位，免费算命的输入进去，然后把它 copy 整理一下就传给你了。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算命而在当命理师，他用的就是这一种的骗术。所以各位哦，你就会要了解啊，其实啊，我们之前有说过网络的骗术啊，一种是啊，有人提问，结果提问的人是他命理师自己本人，命理师自己本人，然后呢所有人啊怎么回答他都不会回应，只有某几个号在回答的时候他会回应，然后呢他里面回应就是哇你好准，确实真的是这样，结果呢是自导自演，就是要让人家去找那几个算的特别准的，结果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自导自演，这是一种的网络的骗术。那第二种的是什么？多账号的骗术。当这个案例提问者拿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去算有对有错的，有对的地方 OK 啊，那我就继续保持，错的地方我反着论嘛，那就会这样子，一个账号不行了，阵亡了，过来该 B 账号，批的时候又会更准了啊，因为有 A 账号做底嘛，那过来 C 账号，有 B 的账号做底，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叠上去，到最后那个算命都很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原来前面都是同一个人，这个是啊第二种的，第二种的围殴了，就是啊全部一起，所以各位啊，在网络算命啊，有太多太多啊骗你们的方法，那这一种的更好，更甚至啊可以跟你讲更扯，他根本不会算命，但是他要赚你这一种钱。那各位你要了解啊，算命的钱好不好赚？非常好赚哦，算命的钱很好赚。为什么算命的钱很好赚？因为各位他是有问题他才要转找算命师啊，也就是说人生都是在低潮的时候会来找算命师，所以在这时候啊，有些人根本都不需要什么学术哦，他就只要加大来找他人的恐惧，他只要把什么做好，行销广告做好，让人家来找他，这样就行了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他的恐惧，那人一旦呢恐惧一加大的时候，思维逻辑就会混乱，那混乱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的啊，官跟印的运用，先给你棒子后再给你萝卜，先加强你的一个恐惧感，神话来找我啦，老师啊我的桃花怎么样，先打死他，你这一辈子啊看你这种八字啊，那什么桃花啊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你这样子啊一辈子啊婚姻啊就很糟糕啊，那他来找我就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嘛，
那结果呢，他又听到说，哎呦，原来我八字这么糟糕啊，那我人生是不是就不用祈求婚姻了？这时候呢，他加大他恐惧的时候，只要再跟他切入，用个一句话就可以翻转，一句话而已哦。哎呀，你八字虽然啊这么糟糕，真的是没得救，可是这一句话马上翻转。各位，可是哦，就这样子给他一线生机。给他一线生机的时候，各位整个人，哎呦，原来我还有救，就被牵走了。哦，就被牵走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加大恐惧法，这个就是啊，在拼命里面最会用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有问题来找我的。啊，所以啊，有问题来找我，我当然就把你锤死嘛，锤死了再给你一丝的希望，这个就是什么先煞后印嘛，啊，先煞后印的一种啊使用法嘛。所以各位啊，你就会啊，你就会知道说啊，其实呢，在算命里面啊，其实有很多个东西哦。我们之前有我有说过了，你在算命的时候，好的要在前还是坏的要在前啊？在算的时候要好的在前还是坏的？当然是坏的在前嘛，先棍棒打下去嘛，再给你呼呼秀秀嘛，啊，所以你要把坏的先批在前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那各位，这些啊就是在算命时候你们很容易会遇到的这一种的骗术哦，尤其呢，各位。我师弟曾经啊有跟我讲过，你知道人家怎么开命相馆吗？他人家来问他问题，他进去命相馆，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出生年日输入到电脑里面，就跑一个软体出来，然后呢人家就开始问他，婚姻什么样，他就到里面念给他听，一个问题就收800块。我靠妈，那么好赚啊，看着电脑回答他，欸，看着电脑，欸，软体都在那边写的明明白白的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啊，算命，哦，好像被骗的，都会被骗，就是有人做这种生意啊，就是有人做这种生意啊。所以为什么算命师普遍给人家的观感很差，非常非常差的原因，对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善，他就利用人心在低潮时候，利用人心在低潮时候要想要找出那个答案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哦，你要知道，其实在命理师里面呢，很多，哦，很多啊都是这样的，哦，所以人家才会说啊，哎呀，我很多人是不是刚开始赚，哦，在进入命理圈的时候他赚了很多钱，结果到最后呢身败名裂，甚至啊很惨的这一种的都有啊。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我懈怠太多天机的下场。不是你懈太多天机啊，各位，你不要看这一些人为什么以前那么好，后面那凄惨落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算命啊，他根本就是拿着算命的这个工具在吓唬人赚钱。那各位，他连自己的命会怎么样他根本都不知道啊，他的八字在他手里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而已，各位，并不是他泄太多天机啊，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不会命理啊，哦，当然用在自己身上一次就 KO 啦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啊我一直要求啊，你们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不要东问西问的，就是不问而批啦，不要问了啦，就直接批了就对了。
不要问他嘛，八字拿来，你这是什么状况嘛，就直接跟他讲嘛。问他干嘛？你是职业命理师，你要问人家干嘛？啊，你是职业命理师，你还问人家干嘛？对不对？你不是对你的这个所使用的工具很熟吗？那你还要问人家干嘛？你东问西问的，各位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什么？套命嘛，来进入你好啊。所以各位啊，你要了解，当你啊拼命啊，假如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你不会呢去啊把你的学术再次的提升，因为你都用糊弄的把客人糊弄过了，你会觉得嗯，我这样就可以了啊，我干嘛还要提升我的准度？你不会提升的啦，你要不要解？你是不会去提升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只会啊让你啊越来越糟糕。等到一次你真的走到了你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，就一次的就让你下去了。所以很多命理师为什么前面他可以赚很多钱，到最后一次性因为有了钱就会想要什么我要做生意啦，我怎样我就去投资啦，一次性的错误就全部 game over 了。那原因就在什么？因为他的八字根本不能用嘛，他的命理不能用嘛，他都只是用来骗人家赚钱的而已嘛。所以并不是八字命理啊会泄什么天机导致你会怎么样，不会的。因为我们学命理就是要知道这些事，哪有说我学命理知道这些事我还不能跟人家讲，跟人家讲了以后我会很惨，那我学这要干嘛？那他的功用不是本来就是这个的这个目的吗？怎么会变成是我跟人家讲我会造什么业啊？你不要把宗教的东西拿出来。那假如说这一种东西不它的作用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跟我讲它的作用要干嘛？那修身养性，那修身养性，那我问你，你不能改别人，你改你自己不会造业啊？啊，不是同样的问题吗？你说别人的不能改，那你自己的为什么你就可以改？所以啊，各位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啊，他本来就是要看这些东西啊，然后作为你在判断的一个依据啊，你要不了解？所以啊，各位，当你了解到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你们讲说啊，学八字啊，并不是啊在学什么话术这一些东西哦，你先丢到一旁去啊，那些都只是在让你呢，当你有真正的拼命的水准的时候，可以让你比较在拼命的过程比较顺利啊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的拼命水平在哪里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的拼命水平在哪里？所以呢，为什么啊？我常常要跟你们讲说，你们去跟人家拼命的时候，不要问任人家，能问人家任何的问题，直接拿了就是批就对了。你这样子才会知道你的八字的水平在哪里，而不是东问西问啊！你说我要对盘，其实都在套资料，都在套资料，然后批出来，哇，洋洋洒洒的，好像很准，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批的，甚至啊，要预测未来，哎，未来是预测的，不是用套的，你妈甚至都是错的，对不对？这都是错的，那是不是啊？反而呢，害了人家，所以啊，各位要去呢实证，而不是呢，用了我这一些讲的这一些方法，那个对你的命理啊是没有任何帮助的，那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好。